观战了，现在东京正在下雪。现在我们抵达平川站。
坐在那个缆车上啊，我们看一下旁边缆车的景观。现在目前太阳还蛮大的，蛮舒服的。但是看远方的地方，看有乌云飘过来，可能等一下下午会下雪。现在主要看妈妈已经下缆车了，现在还要往下缆车了。啊，我录到主要跌倒了。爬起来蛮快的，蛮不错的。三手剑戟的跟马吉一样。